我都不吃的超派鸡排来了，来吃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吃吃吃吃吃。嗯，超派。西班牙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不要犹豫不决的西班牙。啊，没有灵魂的发音，海公牛注入灵魂的发音。你在做实验？家中空气的湿度63%，地板属 PVC 背胶材质。我们的拖鞋呢，大多都是橡胶再生革。哦，所以你在做地板清洁剂？这么讲究？嗯。哎，等等，我拖完地之后，你30分钟后再出来哦。哦。因为我会上一层胶。不要放，你别闹了啦！哎，喂，哎，会计部吗？对对对，我人事部，因为我那个跟你要一下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都可以的话，看你们一点给小工。哎，不对对，好好，你再补给我，好，谢谢。别放了，好，不会，真的不会，不要闹，不要闹了。好，对对对。我的东西几点可以拿到哈？受不了你们呢！展瑞，哎，展瑞，我有看到你限动贴的追加，好屌哦！整天压的比较低，有破纪录，红牌都有超车，有够废，笑死！好强啊，红牌不是很快吗？性能再好，没技术只是个渣。你都跑哪里呀、啊？台七乙啊！哎、啊，你是不是有改管？我改管声浪。哇，超好听，耳朵直接怀孕。我男生听也受不了啊，真的哎、欸，跑一下吧。什么山道猴子？猴子哪能跟我比啊？我的车这么帅 ，Friends 2000多粉丝，又有技术，还创品牌，卖贴纸，比那些猴子塑胶车好太多了。到底在看什么、啊？为什么要只重播啊？对，没有啦，是我要练舞啊，要跳给小朋友看啊。哦，人家小朋友最近就很流行这个啊。哦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届学生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每个都这么优秀啊？完了，学生比我还优秀，我怎么办？先去搭个便好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哦，这到底要怎么评啊？我的天哪！你专题有教吗？哦，当然有啊！我最后一天才教的好不好？哎，我也是哎，最后一天教这么优秀 ，ChatGPT 超好用的好不好？你也是 ChatGPT， 你也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输入它直接全部出现，我直接复制贴上，我都没有改。我也是直接全部复制贴上。妈呀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！王八蛋，给我用 ChatGPT 作弊啊！受不了了 ！ChatGPT 帮我评论这一则专题。哼，这样子我也是那个最强的了。各位，我都不吃的超派鸡排来了，来吃吧！哎，好好好，吃吃吃吃。嗯，超派。哎呀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不要吃便当，西巴！不要犹豫不决的西班牙！下礼拜多休一天，好爽！阿妈，这蛋可以吃啊？好可以耶，真的可以，这醉的！缺蛋也不用省成这样吧。
这次我办 GoTo Satoru 一定是全场的焦点。咒术回战前景已经红了，今年应该还好了吧？嗯，一定是全场的焦点。大丈夫，僕最強だから。干嘛啦？怎么了？就那个展位妹，她真的很烦哎，长那么像茶碗蒸，真的想 K 她。啊，你 K 了？我没 K 啊。哇 ，My K， 徐展瑞93分，谢谢老师，不错哦，徐展瑞不错哦。哎、欸，考很好啊，你一定有看书哦。我没看，好不好？屁耶、欸，你一定是有 K 数。就跟你说我没 K 没。哇 ，My K， 哇 ，My K， 哇 ，My K， 四 over。哦，你们谁有 K 的不出啦？我就说我没有 K 啊，我没 K。哇 ，My K， 不溜飘不溜飘，空龙康浪康浪康。哇，真的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咖啡有什么特别的？拜托，现在这是最红的皮蛋咖啡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我要开线上课程了。你要开什么线上课程？教大家如何轻松的考试啊，里面会包含如何有效的学习，再加上面试如何应对这些。你是 YouTuber 吗？不是。那你凭什么认为你的课程有人买？对，我最近买那个展荣的课程，叫做那个兄弟如何培养感情。哦，那课程很值得买，我还买英森的六发斗手册呢。五发斗，那哪叫课程啊？那他们频道影片好不好？我最近看董仔的那个，只要你肯努力，鼻子也可以变高的课程，感觉很值得买哎。我想跟你哎，真的，那是整形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觉得你的课程很烂。帮不了别人，劝你尽早死了这条心。走，我们去喝咖啡吧。哎，续杯。嗯，哦，浓醇香。哇，这是要两份皮蛋。喂，我要开机呀、啊。啊，先生，请问你贵姓呢？我姓俗啊。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值。哎，请问是哪个俗呢？哎，赚俗的俗啦。中暑的暑吗？哎，拯救也救啦！哎、欸，小公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大家都在分享他？哦，他是 Mr. Beat， 全球最有名的 YouTuber。你是 YouTuber， 你都不知道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是谁啊。我只是说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分享啊？哦，分享就可以抽$10,000，这不是你们的老套路吗？赚流量啊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无聊啊，这一定抽不到的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到时候我抽到。好 ，Yes， 办抽奖了。啊，你要抽多少？抽500块啊。美金吗？但台币啊，疯了。喂，台币谁要抽啊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没人留言呢、啊？这 IG 是不是在挡啊 ？IG 铁定在挡，这只会帮那种大网红推播，像我这种真材实料的哦，哦，只能被埋没而已。嗯，哦。你在吃什么？给你一个，你就直接吸就好。这石头哎、欸，对啊，吃完再送你，你不用还。小跑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偷开车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开车？你是开车对不对？你是在讲谐音梗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讲小跑出来了还是小跑出来了？对不对？对，小跑出来了还是小跑出来了？是小跑出来了吧？对吧？就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就知道抓到了。宝贝，你很久没有跟我讲浪漫的话嘞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。我不要听这个，我要听英文的。你讲英文很好听。我猜一下，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Saturday, 7 days a week.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7 days a week. Every hour, every minute, every second, you know nothing.东仔问问，东仔问问，你不是奇怪吗？怎么可以有人每天工作，天天加班，不用睡午觉的呢？何止啊，他中午都不吃饭哎，夸张哎，胖东西都吃午餐。这让我想到一个人，蜥蜴人，你有听过蜥蜴人吗？蜥蜴人呢，他通常呢都住在地球的地底底下。听说呢，那个凯蒂佩瑞、脸书的马克祖克伯都是蜥蜴人。有一次啊。
看到公有没有？他在眨眼的时候，眼睛突然变猫咪那样一直线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蜥蜴人呢是吃虫的。原来吃虫子，原来吃虫子，对对，原来吃虫子。好，原来吃虫子。你们先装没事，装没事。小公啊，我们共事这么久了，一直都没有一起吃过饭，今天一起吃个午餐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吃什么好呢？你觉得呢？吃面如何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一起吃，吃面好，一起吃面啊，人的食物啊，怕什么？倒进去，快倒进去。都市传说看太多，吃面啊！小公呢？你叫啊！好，给你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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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公，你是吃这个啊？这可以吃的。好消化啊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反方向的葱油饼。找到。老板，这是你今天做的第几张饼啊？夜的第七张。哦，那做这个有几个步骤？从我这边到你那边，一共五步。老板，我想加葱结棍。OK。老板，这酱料是用什么的？不能说的秘密。老板，做一块葱油饼要多久啊？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老板，你加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稻香。老板加蛋多少钱？还在七元钱。世界我残酷孤单。哎。你到底是怎样啊？误会他了，我们都误会他了。误会谁啦？我应该尽早发现才对的，那时候就……哦，误会爱莲呐、啊。哎呦，凶出来啦，破烂游戏，破死破死！你们玩这个又不会真的会魔法啊？你这样就会有魔法、啊？你穿这样就去武器走？哎，这可不一定。烂死！哇，好可惜哦，怎么会停更呢？好端端的，这么帅！啊？狂新闻也可以去看。我每周都看新闻呢。哇，那这样还可以看谁？对，老天鹅吗？怎么会？太扯了吧！他们这么好。面试的。哎，不，你去应征，你去应征什么职业？我当时当温妮那角色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呀！哎呀，这就太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了，不是嘛？那我就少一个东西骂了。哎呀，对啊，哎呀，每个礼拜骂得很爽，很难看呢、啊，但我超爱看。真的吗？很难看，但一必须看。我全家大小当八点档来骂。热门太可惜到不行哎，我们想哭，没地方骂了，没有地方宣泄，他承受不了。他不行了，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。好了好了，跟大家讲了，平常哦都是在可惜别人哦，这次哦不好意思可惜了自己，我自己在写这段剧本。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鼻酸啊，有没有演得有点鼻酸？你不要这么真实哦、喔，你不要出来，我演得有点鼻酸，你在演戏吗？对，医生要不要回来哭一下？这次呢，2023的流行事物呢，也是最后一次的流行事物啦。好，在这边哈、喔，我们这群人的全体大家跟大家说一声晚安。我以为要说恭喜发财，没有那么快乐，不是、啊，我在鼻酸。跨年，因为是 ending 嘛，跨年啊，跨年还没，又不是这一次停歌，不是、啊、因为这一部这个时间点上呢，会是晚上嘛，晚上是跨年，是跨年，新年快乐，我们就跟大家说一次啊，这是我们2023年的流行事物的最后一集啦，晚安各位，马卡巴卡，马卡巴卡，新年快乐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